唉，我今次稳定气。入口我哋啱啱过咗。好啦，呢个行人隧道落去。哇，呢个入得去，好啊。大概一个半钟有一次，打翻个水。系，变菜。嗰度成扎楼等住。好啦，唔知几时解封噶呢条路。过把声。喂，明星登场。嗨，哎，又系你啊！我系先。唔系嗰个嗰个手机门都冇有啲。嗨，啊，越嚟越热闹啦。又有人嚟啦。五十人未咧？依家五十人未？开咗，玻璃开咗，入去啦！入去，入得。想翻嚟先啊！喂，边个玩嘢开咗部 lift 啊？佢成班攞晒，喂，俾佢噏中咗。俾佢开口中啊！劲嘅，拜拜。好开心。诶，但系咧，帮我哋合作，好唔好？排好队先。诶，走翻。控制得啲人瞓喺度。唉，落翻去啦。好啦，一齐去志愿接受采访啦，你哋，拜拜。好啦，成班挥手啦。得翻十零二十人，走咗一半过去。拉我啊！啊 ，V 晒手势。今天又是今天落到打豁免1小時啦，現在都可能50-60人的了。人咯，人咯。哦，拎翻啲嘢，拎翻呢啲嘢入去。我屋企都有，即系我手機。我喺出面排隊，我搬出去俾人排隊。得翻五個人啫，依家得翻五，我後面得五個人。你過嚟都係想玩電電啫嘛。佢走。哦，咁樣。好啦，開手機。
在這裡影響衝進去先入去。我不做第一批的。唔係，我等佢哋，我等佢入咗先。呢度影佢影嗰一刻啫，呢度。放手，我唔會爬咁恐怖嘅。喂喂喂，唔好影過嚟啊！我匿呢度有原因㗎。好啦，咁就喺後面啦。可以將兩條唔同長度嘅線同埋唔同長度嘅車卡全部合埋一齊，然之後可以寫個穿台站咧。中皇台站裏面好多文物啊，冇話特別即係都特別留意下啲文物，即係嗰啲全馬石通車直都會嘅，因為之前佢又冇曬好多新聞嘛，又掘到個古井嗰啲嘢，咁我做一個鐵路迷，我梗係好多想話睇下入邊嘅文化，佢入邊嗰啲歷史都係想問，都地下鐵食㗎。歡迎嚟到呢個直播，估唔到都有好觀眾啊，太突然。哇，好焗啊！喺嗰邊，算啦，繼續留喺呢邊先。哇！突然間好大雨，哇！落雨啦，落雨啦，橫風橫雨啊！依家個個港鐵職員都戴曬屯馬線嘅嗰啲口罩，係啊，連個攝影師都戴嘅。我想搭電梯，依家唔好想跑樓梯，太封閉咗。大家早晨啊！大家咧就見到呢個卷集咧就已經開咗噶啦，係咪？咁大家都知道大概我哋預幾點時間咧就會係啦，係啦，唔該曬。咁咧大家都見到我哋右手邊咧有好多嘅傳媒朋友喺度嘅，所以陣間大家入嚟嘅時候咧，慢慢行都睇清楚成個位置。陣間落過去，陣間我哋稍後咧係會testing。陣間咧我哋稍後係會開面前嘅呢啲貼碼，咁就方便大家入車站。落到去嘅時候咧，車站係未開放嘅，放心，個入閘機係未開放嘅，所以咧大家係唔需要心急，大家可以慢慢嚟。記住落入到去之後咧，仲可以睇一睇先。嗱，大家都知道我哋嘅特別班係幾點開噶嘛，係咪啊？搭數。係啦，所以大家望下個鐘，大家望下自己電話個時間咧，車閘時間係唔該，係等我啲麥好細聲嘅咋，我啲麥好細聲嘅咋，係。所以咧，大家就慢慢嚟進入車站，最緊要係安全，冇錯啦，好唔好啊？唔該曬，大家原諒我，我陣間咧會再講多幾次呢啲信息嘅，大家唔好嫌我煩，好唔好啊？唔該曬大家。終於有演歌叫人冷靜啲啦！大家聽唔到啊，打幾廿年啊，大佬。但係咧，就想有一個，就請大家多多合作。就係咧，我哋開鐵馬嘅時候咧，麻煩喺鐵馬前面嘅嗰啲朋友咧，可以往後褪一兩步。俾陣間，唔係而家，陣間係陣間。已經開始擁擠咗陣間咯，係咪啊？咁樣咧，而開嘅時候就俾個安全嘅距離，我哋同時去工作，咁大家都可以安全咁入車站啦，係咪？咁咧，再講多次啦，我哋而開鐵馬，大家入車站嘅時候咧，最緊要係乜嘢啊？安全。唔該曬，所以咧就慢慢行，落到車站大堂咧，閘機係未開放嘅，所以唔使急，慢慢嚟。閘機未開放嘅，唔使急，慢慢嚟。記住，我哋個特別班係5:50開出，所以大家都係嗰句啦。望一望自己個表，望一望自己個鐘咧，係有充足嘅時間嘅，好唔好啊？唔該曬先，唔該大家，多謝合作，唔該曬。仲有5分鐘，好唔好？嗱，頭先前排呢幾位，我哋再數多3聲好唔好？行後3步，1、2、3，好唔好啊？唔該曬大家，多謝合作。
今次做得好嗰啲。好，我而家有請同事麻煩幫我移開鐵幕啦，唔該曬。大家慢慢嚟，慢慢嚟，慢慢嚟。上年都好玩啲，上年都冇咁恐怖。今次个站大啲，个壮观程度咧，哇！直播呢个点啊？我有冇开条扶手电梯俾人搭下？唔该，我唔系好想行 ，I'm too lazy。黄色窗叫做美化咗啲铁板嘅，真系好空旷嘅料。系啦，喺发展喺未发展嘅地方起站咧，系可以超宏伟嘅。超壯觀，係啦，有啲可惜，上次開放日冇揀呢一度出入啊，超癲，直播冇耐就已經開始，快啲衝過曬啲回體，誒咁少人咋，係啦，買翻張飛先我就。好，買張上啟德嘅單程飛。好啊，喂，已經開，喂又話唔開閘嘅，已經開咗俾人喎。好啦，入咗嚟啦。係咯，今次冇演講啊。哦。幾要幾？我派口罩。打陣啊 ！Thank you 啦，多謝。Thank you。多謝。係啊。個客户中心去邊啊？你喺度話事啊？喂，個個走曬落月台，唔影下個展櫃嘅低能。喂，你有冇得我啫喎？依家成個。佢哋成班喺曬嗰度。OK，never mind， 我嚟。哇！超壯觀。咩啊？有人攔啊？哇！靚仔好多。個古井仍然未有嘢嘅，係啦，暫時淨係得展品，我入唔到，職員入唔到去。聖山圍水，係啊，望多次啦嚇，好好笑，個個衝曬落月台咯。喂，大佬，仲有成幾個字先開，善用下啲時間真係。慢慢影呢啲先啦。不過佢哋唔識歷史啊，啲手。唔識都望下。如果發現遲啲，可能真係壓碎咗喺個地底下邊噶啦。啊！個古真係唔知幾時先搞掂嘅真係。可以令到個站連廁所幾好咯。笑咗，超少人咯呢個展櫃，個個一夜落勢去月台，已經唔見咗另外啲人啦。衝得太快佢哋。系啊，咁應該差唔多時間落下月台啦。系啦，開始多人啦，呢度都開始多識得善用時間嘅人入咗嚟。好，很夠啦，上月台啦嚇。
啊，果然是假千九做头班，果然是 C train。算啦，至少西铁尾班是真千九啊。咁我依家就嚟往屯门的第七卡。喂，都已经很多人了。我哋都有都，哈哈，诶，有牌啊 ？OK。咁好，幫你影相喎，使唔使？嗯，系啊，呢張牌影。哦，好啊。應該係冇。啊，有啦。嗱，即係黃台。嗱，一個，兩個。喺第二邊，第二邊唔好搞。嗰邊係兩個，呢度一個。Only two 就呢一度。另外見下咁少，我以為。送黃台。喺度。改善。好多人哩，算啦，去下一边啦。即系开门，我哋去翻车尾啦，去翻车尾上，车尾冇咁逼啊，大佬。欢迎大家咁早嚟到松禾台站，同我哋一齐。見證屯馬線全線開通的第一次，由松皇台往屯門方向的特別班將會在5:50開出，大家上了車之後記住緊握扶手。好，我們一起倒數，5、4、3、2、1，開門。開咋，完全冇機械開咗，影住開嘅。係啦，距離開車仲成廿幾分鐘，等我等陣都未遲嘅。係啦，唉，好煩啊！今次太亂啦。有人頂陣，哇！嗰邊係咁歡呼，還可以的，哎，好啊，弟弟有個重點給我來說，這一次是老闆，哎，土瓜環就申請的，大家要第一個參觀，什麼麗哥吧，一切都是申請系統，請問他
成日都頂集嘅，太多人前面串門。嗰手冇撳掣啫，一撳掣就拎翻條掣。紅磡廣播唔使錄咧，一樣。係咯，紅磡廣播，我哋錄翻先。可能是但啦，我買係啦，咁就有直播。應該日出啦。我幫我攬一攬個帶，我想掛翻條頸度。永别了西铁，追啊！哦，佢七啊！哇，七个人去咁耐，我踢开咗。
爸爸你都有我知道啊，集中一個啦。咁相信下一班我烏溪西嘅。好我哋去第一卡，因為太多廣告。哇，空到啊！個個搶曬上曬頭班，冇人搭第二格。假狗嚟。定喺呢度起載啊？可能呢度起載，起載都唔定。起載都係啦。唔係，佢喺呢個站起載啊。得㗎。係啊，得。佢隔離列車停放處啊嘛。一個人都冇，冇可能。我先圖唔啱啊！哦，係喎，哇，顯示曬成條線添啊！哇，係喎，431。431。然之後行車41。跟住突然間閂咗門，送咗嚟尖東。哎，冇啦。吃完花生。前往乌溪沙的列车即将到达，请先让车上的乘客下车。The train to Wu Kai Sha is arriving. Please let passengers exit first. 入新月台嘅头班嘅往乌溪沙头班，入新路段嘅头班，东行头班。入新路段去東行頭灣，啱嚟嘅。啊，鑽石山。我嗰個就鑽石山喎，但係我哋唔中意邊啊？又係假仙狗啊？係啊。啲聲有啲似。真嘅。係咩？真啊，好啊。Good。真嘅。好。好。真啊！我好爽啊，真狗。Hello。哇！我係有人，我尖東真係上到啊！有人，哇！頭先頭班咗過嚟喎，呢個喺西喺尖東轉到轉多次車喎，尖東轉多次車，厲害啊！尖東轉一次車啊！咩啊？照錄啦，錄曬全程啦！我驚啱啱我呢啲唔好電吸啊！去到唔係鑽石山。你去紅好好啦，唔該。搭曬全個新路段啦。請問靠近車門，請不要靠近車門。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 我相機唔得啦，現在得到手機可以拍多五分鐘，可能勉強拍到啟德。
下次真的要組織一點，完全不行了，今次再打兩個電話出來帶了機器，我都不知道控制哪部好好像玩花式一樣9000都有啲細聲，不過你達得個麥嘅話應該 OK 嘅，唔會衰得幾多。我應該隱約影到去送往台啫。哇！好殘啊！你睇下，好唔知道咩嘢叫做細菌。他不知道前巴基層的冷款東西、啊、太貴了車車他在拍啊，是我的嘛，他拿了話題好勁身法只是三活大聲電影車站指南已經用完儲存空間我有了解我準備充足了都是頂不到全人我不用錄得翻半分鐘。請問下列車門前邊站為 train doors？ 兩個站。試下我直接三出去。兩部機都死了，得翻你部機。冇
一個冇電。呢、這個冇位，呢、這個冇電。哦，咁你就會留嗰部係咩回事啊？啊？你會留嗰個咩回事啊？嗰個快線冇嘢。終於用曬兩個月台啊！係啦，我幫我叫期間要我免費三個月台咧。我呢個站零零四就突咗出嚟，喺我哋個行程表入面零零四就突咗出嚟。如果可以而家攞咗都唔錯。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喺呢度攞好唔好啊？我哋。在这里了，好了，拍完走先。好了，回到来了，回到现有部分，拜拜。唔該曬，咁我之後就用 iPad 接嘅。好啦，車站指南啊變咗係咁樣俾人攞啦，非常方便，唔錯。咁當然原本嘅位置都有嘅，係啦，原本有得拎。咁啊，啟德站正式成為呢個原本應該係嘅中途站，咁就落去 set 一 set 嘢就開始行程啦。到啦，得翻入去，得翻曬所有嘢入去啦，快啲架車嚟我先。